我现在临时没哦哦哦哦哦哦 IV100 哎、欸、我抓到了啊，你们看到我抓 IV100 吗？我抓 IV100， 我去前面给你们看，我抓 IV100 了啦，7:47抓到了，大家，我抓到 IV100 了，你们看到吗？ IV100 拿远一点给你们看，拿远一点给你们看，真的，我抓到 IV100 啦，我可以叫吗？啊，杀猪了，哎、欸，我抓到 IV100 了，真的，我抓到 IV100 了，哟，耶，真的，我抓到 IV100 了 ，Oh my god！IV100 毽子草、欸，哎、欸、哎，你们看到291291291291，我抓到 IV100 了 ，Oh my god！ 我在台北车站抓到 IV100， 有，但是虽然不是毽子草的那个十个291 amber， 你可以打开看看，看你要不要抓291291，台北车站出一只 IV100 的毽子草，抓到了抓到了 ，I got hunter。有抓到抓 IV100 的 IV100 100 Yes Come on 有啊100 哇没想到耶、欸、聚焦时刻但是经过之后我还是抓到 IV100 Oh my god Oh my god Did you see that 100 291 CP. Did you see that? OK. 哦、oh, ，那其他都不要啦、啊。哇，抓到 IV 100了。有。哦、oh.。All right, we together. Come on, together. See that?哦，上课了，大家。下课了吗？下课了吗？上课了。来，丢丢档。来，我们来看。来，看一看经典的，有吗？丢丢档一下。有吗？我很靠近哦。来，我放大。有哈，布布啊。哦、oh. ，来，就丢我哪里呢？哪里呢？8点，我第一次这么近拍耶，有看到吗？哦、oh. ，我们跟着火车，汤马士小火车。有啊，那你那你哎呦，懂当了。那边还有什么银座杏子日式猪排 ？OK， 我、哦、跟着他 ，follow 他，好近，有够近。有 ，Go 日式猪排，胡麻酱，他旁边广告了。OK， 嗯，那你呢？哎呦，他要八股，来，八股，来，他要八股了吧？哎呀，八股 ，Come on，back，come back。It's crowded event. Okay, A clock. 哎，他的8:01哦，他唱一分多钟哦。有啊 ，Come back. Okay. 有啊
有没有？那是刚才从这边到那边啊。All right. Okay, thank you, everyone. I am Andrew Lee. You saw you like YouTuber. Please subscribe my channel. M Persera 记得订阅我们家小铃铛，每天365日记得刷看 I YouTube。还有 Amber closing， 拜拜 ，See you now in the Taipei station. See you bye. See you soon. Go go. Ciao ciao ciao. I-R-A. 接下来就是暗影超梦的团体战，好不好？这礼拜沙木德猴子是不是？猴子的这个活动哦。有什么花式的什么花什么木棉球花贝贝啊什么冷水猴啊，直到晚上八点哦，不到一个小时，但是我都没有抓到色尾的，好吧，我也没买票啦。那另外呢，明天的剑子草的聚焦时刻，捕捉两倍的糖果，好不好？所以大家明天有机会抓到色尾，如果你够幸运的话。明天呢后天礼拜三是卡布叠叠团体战时刻哦。那这礼拜呢，一直到四月四号都是超级妙蛙花。那礼拜三刚好就是礼拜三27号当天早上哦，凌晨哦0:00凌晨就有那个暗影超梦吧，白木老大的火箭队活动啦。这次的主题叫做占领，然后呢，我们只要完成任务，击败的板木老大就可以获得一只暗影古拉多，好不好？所以说这个月暗影古拉多到哪里都有，应该说古拉多啦，打完了这个礼拜还有古拉多，但是只有一只哦，只有一只哈。那暗影雷公基本上这两天排休，因为暗影团体战他只能放一个嘛，所以说基本上如果超梦还没来的话，有机会是暗影雷公，但是基本上应该遇不到了。那3月30礼拜六6点哦，没错哦，早上六点哦，跟上次那什么暗影凤凰一样，早上六点就有机会遇见哦，6点多，每个地区不一样。好，一直到礼拜天的晚上八点，好不好？这是这礼拜的活动啦。先说的是铁火灰耶。哦，紫玉剑会来，而且有色尾的哈，还有胆小虫，这个是扫墓节的时候就可以玩哦。扫墓节4月4号。那另外的部分就是要说的是下个月的活动，4月1号到4月30号，好不好？4月1号到4月30号，也就是卡布叠叠之后，就是紫玉剑跟铁虎灰叶的五星团体战，他们排到五星啊，其实旧址异动哦，他们出现在旧址异动中，到4月4号到4月12号，然后12号到25号是卡布魔魔，所以魔魔等着你，好不好？那25号到5月2号是雷吉斯奇鲁哦，都有机会抓到色尾，都有机会抓到色尾。然后超级团体战，我们已经知道有哦，那个喷火龙 X。哦，超级喷火龙 X 在4月4号就有来，所以呢，喷火龙的 X 跟 Y 的进化糖果啊，那个超级进化的糖果，能量都是共用的哈。所以说，如果不够能量的朋友，你4月4号这几天就要多打几场，获得更多的超级进化嘛的能量，好不好？那13号是的，没错，13号是礼拜六。礼拜六基本上10点会做切换团体战的动作，下午的时间2点到5点，4月13号的2点到5点是赫拉克罗斯，超级赫拉克罗斯的团体战日，3个小时设为几率会提高，没有错的话还是会送你5张券哦。所以说4月13号很重要哦，4月13，4月12礼拜五是卡布某某来嘛，4月13是礼拜六，然后那个紫色的赫拉克罗斯，呵呵，这个的，但是我要跟你讲，我没有色尾，哎，你玩这么久没有色尾，对啊，
我没有射纹呢，大家。哎、欸，但是赫拉克罗斯直接那是超级赫拉克罗斯哦，所以你抓到还要分公跟母的嘞。那但是它超级进化有分公跟母的吗？超级进化的部分有分公母吗？有人知道吗？它是有分公跟母啦，那个角不一样，女生的是爱心，男生的是凸出来的，就跟你一样凸出来。所以呢，大家这个、欸，超级进化有没有分啊？超级进化有没有分公跟母、啊？有啊、哦，欸，所以没有设为的朋友，就像我13号那个团体战日就要设为机会提高，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基本上好像要。抓一下哈、哦欸，如果没有，OK， 对啊，这公母的，但是我没有色尾哎、欸。我说真的，我现在都没有很漂亮的赫拉克罗斯，希望在当天可以抓一公一母一母的嘛。哦，因为超级打完，它就不会超级了，它就不超级了，它就变成原来的公赫拉跟母赫拉嘛。所以公赫拉母赫拉基本上。我在当天哦，希望可以的话，就一公一母的设为，这样就两全其美了嘛。一个什么，两个刚刚好嘛，一个不嫌少，两个刚刚好，是不是？啊，好，好像我用错了，好不好？基本上希望可以大家抓到设为啦，所以那个设为机会提高，也就是说，要尽量参加团体战力啊。我先讲一下活动好了哈。四月的活动有4月4号到4月9号的尺寸惊喜，就是有胆小虫跟那个红红金的设为几率会提高。这段期间也有那个铁火灰叶跟紫玉剑。然后4月7号是宝贝龙的经典社群日哦，宝贝龙的经典社群日啊，大家也要参加哈。设为的宝贝龙是绿色的，还有4月12日跟4月17日到4月10日这个一起 bug out 的是一个一起来补充，就是那个啦，网子的那个动作啦，就是这个活动啦，每年都会来一次哦，每年都会来一次哦，就是4月份的时候抓昆虫，好不好？抓蝴蝶，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蝴蝶跟昆虫的主题活动。那4月13日是团体战日，别忘记了哈，只有3个小时哦，3个小时送5张券，然后设为几率提高。好、哦，你们可以去台北车站，这个就可以再去台北车站，这礼拜就要去了啦。基本上台北车站是大家常会去的地方，所以说只要打团战，记得台北车站打团体战，去台北车站打团体战，要去台北车站，好不好？然后呢，4月20号社群日啦，20号社群日，你知道是谁吗？哎。如果没有看到我嘴型的朋友，记得是看重播，因为我知道，但是我不能太早讲。那但是你们可以读我的嘴型，好不好？读我的嘴型。4月20号的社群日是社群日，有没有听得到吗？啊，好吧，这个我不能透露太多，好不好？每次透露太多，我都会被叫去喝咖啡。啊，哎呀，你直播讲太多了，我们都没有讲，好不好？如果看不清楚的朋友。那就算了，那就算了，好不好？好啦，那另外4月22日到26号的永续发展周啊，这个活动也是每年都会来一次。那、哦、这个永续发展就跟字面的意思一样啊，有带点环保，但是又是永续发展的感觉，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活动。上次永续发展中的活动就是那个什么，这个啦，田舞泥哦，田人美后，我记得那个去年是田人美后啦，田人美后，好不好？哎，我穿一下哈，啊，田人美后的衣服，哦，那时候有主打了哈，那时候是以他们为主角，然后呢，还有4月28号的孵蛋日，哎，孵蛋日大家很期待哦，2公里蛋，孵出来。最印象深刻的是利欧路，然后还有玛丽路利嘛，对不对？孵蛋日已经出来两个了嘛，还有谁我没讲到的，一个利欧路，一个玛丽路利嘛，所以这一次希望也是我们期待的，可是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孵蛋日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因为上次已经有利欧路跟玛丽路利了，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大家去期待一下，谢谢阿佩佩。
阿佩佩，谢谢，谢谢阿佩佩。好，待会生日会跟大家，有期待的动作，好不好？然后还有什么没讲完的？我要讲完，然后讲完才能办 party。然后还有聚焦时刻啦，齁，下礼拜下个月有什么超音符啊、不良蛙，还有4月16号有三只，有绿毛虫、裂刺尾虫跟独角虫，还有波波袋跟皮皮，好不好？那因为现在还是惊奇多多的世界三个月的活动，所以每天还是有两张免费券哦，所以说这个月还有哦。好，记得这个是三月、四月、五月，每个月两张，这个还有哈。所以说有人在问说有啦有啦，哦，这个月还有，这个月还有，OK， 还有什么呢？哦，宝贝龙啊，经典社群日四月七号哈，可以学习到逆鳞的超级暴飞龙。哦，可以学习到逆鳞的暴飞龙，那你可以获得更多能量，进化成超级暴飞龙。哦，这个是这个部分，还有什么没讲到？都讲到了哈，哦，最重要，最重要了，最重要哦！这礼拜暗影超梦哦，大家有，但是还有些人没有抓到，没有抓到色尾的，就像我还没有。哎，你这只怎么不一样？这不是，不知道有点不一样哦。这个是要怎么说呢？这个我看一下啊。为什么那只暗影的不太一样？一样啦，一样啦，一样啦，好不好？一样啦，好吧。所以暗影的，但是我没有暗影右色尾，哎，对啊，我没有暗影色尾，你们有，你有，我有，大家有。暗影你有，我有，大家有，但是就是没有我没有暗影色尾的。所以希望在上次去年我错过了，就是。我也没有打很多场了，所以这礼拜其实可以去台北车站，台北车站，好不好？台北车站，但是因为它出来的频率哈是随机的哦，它不是像团体战日每个小时出来一个，没有哦，所以说这个部分可能要去追，就跟那个暗影那个雷公一样啊，跟暗影雷公嘛，要出来不出来，一出来一直出来很多，让你打都打不完，好不好？所以基本上。还没有钻到色尾的暗影超梦哦，这个的这两天哦，有两天时间，但是因为不是很集中哦，不是很集中，所以可能在那边等哈，应该是在现场蹲点，这个战略要稍微改一下，战术要改，那么我们因应那个地形环境的变化，使用不同的战术，好不好？像我们打篮球会用3-2啊，或全场盯人防守啊，或1-3-1啊，区域防守都有，好不好？那我们这时候，偶尔可以蹲点，但是当他在其他地方，我们就要移动，好不好？这个暗影超梦等着大家，但是不能用远距卷哦，只能现场打，好不好？爱阿爱